钱要花下去，我真的是一点心痛的感觉都没有，因为我等于是花在我最爱的女人身上。老婆 Rita 双十补办婚宴，师父钟宪和好友昆达、娄俊硕等人皆到场，焦凡凡更担任主持人，而他随后也在个人频道分享婚礼花絮。毕生的一个梦想，钱要花下去，我真的是一点心痛的感觉都没有，因为我等于是花在我最爱的女人身上，认真的，那个半滴血都没滴出来。我觉得我是因为化妆才会变得这么奇怪。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, no one to...我现在正式跟你求婚，希望你答应我，然后我会好好照顾你接下来的日子以及你的家人。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好妙的一个感觉哦！这是我爸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老公。这是我爸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的配偶。你为什么不嫁？你很奇怪。结婚第一丢，谢谢大家，我结婚了。这该不是我小孩吧？现在看不出来是儿子还是女儿。这是我小孩吧？我好期待哦。那就很可爱，心跳。对啊，你也帮你看，你看他心跳。OK， 就是他的舅舅啦。拿到。你是痛到流眼泪，还是感动到流眼泪？想到流眼泪。10:10。嗨，你别搞死！啊，这个。说你是一只纯白色的牛头梗先生。